今天呢，我在广场为大家跳一段椰子舞。我来到这里非常快乐。我来自淄博市张店区城中小学三年级。现在呢，我在水泥方的前面，我要为大家跳一段椰子舞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。我现在呢在为大家跳一段椰子舞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我会努力的。跳这个舞是不是很费鞋呀？你爸爸妈妈给你买了多少双鞋？有的网友是评论是这样的，其实呢，这个跳舞的这个舞蹈呢，一点也不费鞋，它是就是一步一步的跳的，就这样，一步一步这样的，这样慢慢慢慢跳的。有些网友还说，这地是要滑的还是不要滑的？这地不是按防滑什么的，是按你脚的技巧。今天我是吧？这是我的爸爸。大家好。今天我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学的？在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十七八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比较流行霹雳舞，然后就挺爱好这个舞的，开始自个儿也是跟他们一样，现在自学的，很多年没跳了。今天我来到鸟巢了，然后啊，心情特别激动，特别是这个我女儿周露，她现在这个跳舞啊也有所发展。今天呢，特别感谢所有的网友对周露的支持，也感谢这么多朋友们呢这么关注她，所以今天呢我也给大家献丑了，跳这么好，大家不要拍砖啊，谢谢。